你看这个，有一个 into one， 这是我今天的 vlog， 现做一些辣香 ，OK， 喂，你听到了吗？回声，对，有回声。这个公园有一个狗，一个狗。这个公园有一个狗，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小心，因为那个狗可能会咬人。我听到那个时候，我很害怕。现在我也害怕，我不知道那个狗在哪，但是没事。如果那个狗赖我。我的工作人员会帮我，对吧？你会，对吧？这是我最不好，所以我要练习这个射门、啊。然后这个鞋子也不太好。所以从现在你是守门员，然后我要踢足球在、然后我要踢足球在这个球框里，然后你要保护这个球框里，然后你要不让我的球进来，对吧？ OK。